走了呀。马子男子弹呢？我拿了呀。快点把子弹还给我，不然我打死你，信不信？嗯，浩哥，他俩干起来了。在我雨林守护者面前敢打架，下车教育他们一下。不许打架。为什么打架？他把我子弹偷走了。放屁，明明是你把我枪给牵走了。你不就是一把枪吗？你把枪丢下来。嗯，你把子弹丢下来。这不就好了吗？队友之间啊，要互相帮助。没错，要相亲相爱嘛。对，要一致对外。一致对外啥意思啊？啥意思啊，炮哥？一致对外就是你俩是队友，要一致啊。要团结。对外就是对抗敌人。对抗敌人，比如我俩。比如我俩。哦，明白了。看，大师兄，有。有个爸爸。维火大多都被别人吸走了。大师兄啊，不要慌，都是小问题啊。等我有钱了，我再买个鬼火大佐。咱们先坐公交车巡逻。那好吧。我靠，三炮，快下车，有人放屁。谁放的屁啊？我靠，你去闻闻。哎呦我的大师兄，绝对是他，这味都非常上头，跟我三个月没洗的袜子一模一样。哎呦哎呦，给我干他！哎呀，这种场所放屁太没有公德心了。就是就是，走。嗯？看我干嘛？不是我，我这属于 Big Boss。不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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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搞笑，我是认真的，我是大师兄，点个关注吧。